是以前的爱哭鬼，所以用前锋。三杀前锋，强啊！铁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这个人有点皮呀、就两台，还差一台，看能不能去找一个队友补一下电机，现在还有鸟。都什么垃圾玩意儿？管了也能用。假装压好，然后医生去救。哎呦，这个医生还来了一句"我不救人"。偷你人！这个时候，箱子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了。
为什么没人用那个太湖鬼啊？是太菜了吗？小的还没囤积。啊，开局抓了一个结石。他又在踩板了，封张和张狂，盲猜金身。好像他娃娃在外头，好像听到一股奇怪的声音。打了个钻头，然后直接先金身，那架子就香。怎么感觉这个人一直在憋金身呢？装半天他都不交。我要是闪现的话，这结石早死了。结石死了。救人呐！救起来了，但是电机压不好。反正这个屠夫没一刀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别！我信息发早了。表面也好，表面也好。我直接点，没一刀斩的小丑。说他闪现憋的，哦不对，金身憋的干嘛？就不交，闪现也不交，金身也不交，一憋，都已经憋到开门了。狗他一手。
来看看这个脚到底带啥。完了，我忘记了，队友要走地胶。看到我取消都不修了，跑了，玩的不像，看他追不追。这都让你倒到了。带你大房一日游，哎，这边不是刚才有一个动蘑菇的魔术师，还是设定机设找人帮忙。感觉像金身，然后传送的话，估计刚才打我一刀就应该传了。应该突破一眼金身的样子，不交啊。先憋着干啥？憋，没用了，你挂不到了。
下了解一下，并不打人点，那这魔术师再救我一次。没板子，完了，开始玩蛇了。哎，有机会。太贪椅子，丢不丢？你丢不丢？你丢我的肉！你是看到我取消都不修了，跑了，玩的不像，看他追不追。这都让你找到了。带你大房一日游，哎，这边不是刚才有一个动蘑菇的魔术师，还是练肌肉找人帮忙。感觉像金身，然后传送的话，估计刚才一刀就应该传了。应该突破一眼金身的样子，不交啊。你先憋着干啥？憋没用了，你挂不到了。吃一刀，
下，了解一下，并不打人点。那这魔术师再救我一次。没板子，完了，开始玩蛇了。哎，有机会。还贪椅子，丢不丢？丢不丢？丢我的肉！把其实打平就可以了，四分。不闪现吗？又装个听器抓听声。风潮张狂，听器死了。这波秒救啊！摸不好，赞他，别修了。
这个时候箱子的作用就非常的大，下的灵性，没一刀斩。 想平局的话，就把要跳第一脚，那是危险，走个第一脚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晋级。算了。 搞什么？即使没修电机吗？ 不敢装，我怕装了给他开技能了。 树得拆啊，不然等会儿可能要受伤害了。就把他我修着修着，他突然玩个鬼火，结果那个鬼火往我这边飘，那就尴尬了，带狗了。
肯定要种树。把祭司卖。祭司太惨了，冲过来吃个刀。来了，快升职起来了。强势还能救，祭司雅典级先知一起修，那可能是先知压条能救了。可以防了一手，直接扯，直接扯，直接扯，修了。我还没救过人，礼尚往来嘛。